王兄这个称呼已经叫不出口了，是吗？王兄若真对不起你，你尽管说，别这么对我。这天下万物，寡人都能拿来补偿你。你想要谁的人头，寡人都会亲手奉上。 王兄没有对不起我。嗯，这是父王的遗诏。你以为呢？ 确实是父王的笔迹。 你敢相信这些谎言吗？你是说当年魏吉月赵后变生王兄这件事，还是我娘的死从来就不是意外？你说什么？当初子玉夫人过世，并非意外。庄王专宠子玉夫人，又有长安君为继，意气风发。 何有落水之力？娘，弟弟，别哭了，人都是要死的。你娘没了，还有哥哥呢。娘，哥哥会照顾好你的，你这样哥哥会担心的，知不知道？ 娘，别哭了。我娘太纯良，吕不韦对娘进了谗言，使她以为若大王疼爱程巧，却不立嫡长嬴政，将使父王为难，招臣民耻笑。王兄不也说过，父王明明疼爱我，却立你为嗣，使你不安。 自古以来，宗室相残本为常理。然而这些年，王兄始终待我不薄。难不成是怕我谋反？不是的，那就把大秦的王位给我。不只是平民百姓，上至天庭，下至地府，我只有我才是真正的皇。 为了这个梦想，无论是谁，大秦王位，寡人绝不退让。那么你我注定兵戎相见，不是你死，便是我亡。众军听令。